好的，比赛开始，双方这边是我们看到了，应该是五辅助，五辅助双普陀，女儿有个风，她上了一个地府，是，但来看一下对战方的一个阵容，狮驼岭、女儿村、普陀、龙宫、龙宫化身有一个双辅助，其实这一手双辅助也是才你一手会上这样的阵容，我这边一定要这个回复一定要过，对吧？我觉得比较这一场的话会很好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对面是传统法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对面虎阵是克到了，让虎阵克到了阵，我觉得虎头位包括就包括他虎翼位伤害会非常非常的高，是，而且是咒师就怕传统法系，看一下对面能不能卷出一个数据来了，这一把阵法以及说对面的上场阵容恢复量的话应该是足够的，对，观战方这边是拿到了全场的一个一速，对面的话是上的是普陀化身双回复，对面没有上地府啊，也是女儿村，然后普陀化身嘛，上的是双回复的，是，观战方这面是两个镜台普陀，对面化身，我们看一下对面化身的速度，对面化身是拿到了，化身的速度比这边化身快，哦，比这面两个咒师快，它是可以活血的，它可以活的，鲜活，对，它可以鲜活，观战方也上来不急不躁，先是比较常规嘛，先丢下紧箍咒，是，这也是咒师普陀的最常规打法，对，好，卷起，我们看看龙宫的数据。2000左右，对面我觉得应该还是师伯啊，包括飞机亲宝宝，只要是不能别让观战方咒师试出你五行，然后无限的再打你一个单位，小死亡一挂，然后就是会很难打。对，我们从对面化身他的就推两把金刚来看的话，他应该也是实心的，就是说，如果说对面被这边咒师砸死，或者说小死亡电杀倒地的话，那对面的话也有普陀可以拉，对吧？这个化身也可以吸，就说有两手准备。对，我觉得对面化身应该是。正现在的化身吧，应该他还要配合化身地府嘛，他应该是就是可以提前七小死亡，碎玉弄影直接大招封对面的女儿村，是啊，对面女儿村直接是上塔小死亡，直接点对面龙宫，我们看一下这一手，我觉得应该是，如果说全部出手就应该是有点难顶了，博瓦无边加一下法莲，先是五行火3700，这好像试出来了，哦，难受，6200，神佑，哦，有法莲。4700，哦，他是被试出来了，对，被试出来了，木的，很难受。其实关键点就是说这场 PK 可能在于这边拿到女儿的医术，还有另一个点就是对面拿到了他化身的速度，就是说比这边快，但是开局一波这个猝不及防的这把点杀是有点难受的。我觉得这边化身这回合应该要叠活血了，叠活血。对，然后呢，还好的情况下不到八回合，观战方是丢不了勾魂命谱的。还有一点就是。对面要防好自己的龙宫，因为已经被五行被试出来了，化成器也是先上塔，对面的石驼岭亲亲宝宝叠叠漫天还是可以的，对，直接驱散金刚化成回血，继续平 A 他是要找漫天的，是开掉自己的女儿孙这个细节可能不够好，因为他是用提气开掉的，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叠漫天师，能做的事情不多。对面一个风系，观战方，还不是一速。观战方女儿村只要控对面女儿村准风一点，是对面是非常难受的。观战方这两个咒师可以无限出手，是无限出手的咒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人倒地了以后，永远都别想拉起来，因为你还会中一个秘术，他已经试出了你的五行了。当前回合没法，你看他开始叠活血了，这一定要叠，保证自己能。直接活起来就满，我觉得观战方想要控对面活血的话，只能通过无魂，因为女儿村这面是化生寺对女风是有抗50%的那个效果的门派特色嘛，不近女色嘛，不近女色化生，开始试你狮驼了，继续平 A， 狮驼叠漫天，还没有出，还没有出，对面就是把狮驼叠满漫天，然后龙宫之群宝宝对宝宝形成优势，对面是千机宝宝，宝宝形成优势以后，然后开始飞群。然后你这边招架不住，对面壁垒直接清，观众宝宝也是，开场是掉了3只宝宝啊，直接小死亡一些，但是如果拉起来的话得注意，对吧？但是这波拉我感觉一定会用这个低速拉，除非说他用女儿村提，然后他普陀山人来活可以提，然后人来活血，但普陀山未必能出手，对，但普陀山未必可以出手，他这么拉起来，我觉得头上还有紧箍咒的话。靠慢速宝宝拉得一拉顶一个大伤，他上来先起个纸人，那下回合呢他想防这把点杀只能靠宝宝来为自己舞龙丹，但是对面的宝宝是比观战方普陀要慢的，所以说就是很纠结，是现在关键点就在于对
就是说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啊，我觉得他们封印命中率目前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比较高，对面女儿村愤怒应该是有金招，直接一把笑了，给你笑不给金。好，人给石头吃大街。好，活石陀。对，就这把先用宝宝拉。对，用宝宝拉起来应该要顶大伤，不顶大伤下回合应该是直接要死掉。小死亡点石陀，对面石陀有没有力？再给佛法无边，佛法无边，两个法连，看一下会不会有这个法连触发啊？草毛树，3500，没有。哦，试出来了，出来了。哦，没有法连，对面石陀应该是要立顿。嗯。配速拉起龙宫，提气，对面立顿有没有大伤？龙宫卷了，龙宫拉起来直接卷。有没有大伤？没大伤的话，龙宫下回合直接死掉了。嗯，两个法防图。他可能这么想的，下回合不会被挂小死亡，我死掉了。但是，他可以化身活嘛？化身鬼活。我们看一下。对，化身鬼活。哦，宝宝飞掉。对面青虫的节奏还可以啊。青虫节奏特别棒。有没有觉得跟这个武神团决赛明秀园那样子？哦，对，是的。就是说每回合让观众方这边的宝宝飞。对。这一场唯一不一样就是观众方这边双咒师，他没有带一个狮驼岭，对吧？是。他是开的是雷阵。观战方是。不清对面宝宝的，根本因为也清不掉、啊、但对面有化身，我觉得这就直接死掉了。他只有靠飘山风人卡出贝月，我佛慈悲点拉，看对面普陀什么操作。对面普陀是被飘中了，对面普陀应该是点灯的操作，一把金青应该是点着你龙宫了。大死亡还是要继续摁狮驼岭吗？日光华砸还没试出来，刚才那个哦，这个应该是试出来了。哦，对面有把金青，这把金青真的是止渴，对，舒服，很舒服。非常耐斯，对面先把纸人立起来，这时候观战方又得先要挂紧箍咒了，挂完紧箍咒他才能点杀。是，对面撑在这时候要把宝宝的优势全部拉大。对，这一波拉满金刚的宠，每一回合如果观战方宝宝不神就飞一只。对，你看这样子好像就挺住了。一点灵元，一点灵元出来。这个时候呢，对面的话要普陀点灯化生要活一活了，一定要活。对，对面女儿村的话，一定要怎么说呢？首先是祈祷抗风。剩下的我觉得他控他只能控咒师普陀，对，延缓一回合啊、关对面我觉得要轻啊，相思寒针就降低地府小死亡命中率，我觉得观战方应该不会点，这把点了个双灯很舒服，两个单位输出啊，罗汉了，观战方的地府先罗汉，我觉得把咒师普陀的宝宝一定要清下，他不会点，他肯定先给你先套套紧箍咒，对吧？说接着找半天有没有，没有，对面龙宫开群应该是清这只宝宝，有金刚的宝，这个宝宝我觉得应该是站不住的，站不住，五只存出来是不可能站住的，是的，除非神佑，对面宝宝是不可能，很难飞的，对，都加了金刚以后，宝宝飞掉，宝宝再飞，先把你们大死亡是不确定因素嘛，先把你大死亡清掉，对，我觉得对面说如果化生和那个普陀有塔的话，把塔全部立起来，他可以水清，就水紧箍咒，真的可以这么打，他不需要罗汉，金青因为很难放，是。对面是不需要罗汉，对，我觉得他可以水，用他们那两个辅助跟观战方这两个辅助换回合，我觉得不亏。为什么？因为对面两个输出是可以一直出手，一直出手清观战方宝宝的，没有损失，是的，就损失一点愤怒，但观战方是一直飞宝宝的，是的，一把效力给女儿孙包，女儿孙金，看对面女儿孙应该没有，接着飘，点了队长飘，飘中两个，飘中化生，活血直接活满，对，直接就活，他的人气已经叠起来了，哦，驱散，驱散，金刚这是。好，先补流源，接着找漫天，找到了，对面队长全场九回合第一把漫天，对，这个宝宝应该是不会飞，锁血差一点，对面龙宫有根，这个宝宝神的话直接飞掉，神的神了第一只，得去金刚了，这宝宝伤害太猛了，对，这壁垒拍过来，不贪腾多镜2000多，哦，对面宝宝也飞，但对面无所谓，现在血满了可以出，对，我接着拉就好了。嗯，整体来说血已经回上来了，那化身是可以出一出，还得清这个队长的宠。对，观战方现在也就是需要把塔先立一立，有罗汉嘛也不着急，把塔立一立，然后找机会紧箍咒继续套，然后因为已经试出了对面两个输出的五行，可以直接压的。是，现在两边感觉就在赛跑。对，对面是打面伤消耗观战方，然后如果消某个程度，狮驼岭差不多可以进行一波飞秒。对，但观战方这边就是点人，女儿村直接惊掉，飘三风这应该是很难中了，因为女儿村今天有抗风的效果。笑化生，我觉得对面换应该是出宝宝。对，对，出宝宝，接着出。留云下自己，保证自己比观战方这回辅助要快。好，接着套佛法无边，直接压2500，没有法连，接着跟，都是伤，还好都没有伤。哎，出了法连，那这龙宫应该是死了。但是没有出秘术，对，当家辉可以拉，
吃播宝宝6800伤害很可观，这是没有金刚的效果。我们看明星丸是连环击，我觉得他们明星丸打观战方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不够自信，不够自信。对，你觉得呢？那时候虎头有金刚去连，就是不太够自信了。对，你看，而且对面他也没有太执着于，就是说叠半天，出了一把的时候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对，那对面拉起来要注意了，头上是有个紧箍咒，有紧箍咒。以德服人这边，优势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地府，因为对面没地府，他们不用防点杀，但观战方得一直得防点杼。对战方一直得防点杀，好，拉起来直接活血，可以拉起来直接活，这活血不能断。再加浮化无边，然后上紧箍咒，紧箍咒，好，试出来六千，取个混元闪，龙宫直接群，应该是点五号群的。宝宝跟五，怎么样？贴这个宝宝应该是飞掉的。再飞，观战方得拉这个，我记没记错，这小毛头应该好像是个高鬼魂的。这时候对面又得活师徒，我觉得得给对面化生丢把无魂吧，他这么活下去，观战方操作都好像在白操作一样，你没有觉得？是。而且对面这边的宠是一直飞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对。这把的话普陀可以可以去走个灵动，对对面，但是不知道观众方这边有给不给机会，如果说他直接丢对面化身无魂的话也可以，但宠是有点少，这把的话你如果你不出宠又得飞一只。是，哇，这紧箍咒掉的无魂，两边无魂，这边好，对面舔雷口啊，难受。小死亡接着挂，小死亡没有中活血，先活师陀，活满苍茫树，这个龙宫应该是倒地了。对，嗯，还好小死亡没有中。对，那还可以。中了迷术，当前回合不能拉，下回拉起来直接活就好了。连环击，这把连环应该点不到，我觉得。想空切太难了。他点地府，他其实可以接着师伯呢，你觉着呢？对，就师伯二号嘛。对，他其实点死观战方地府也没什么用。这把亏了。对。地雷有跟，对面现在陷入被动了，又开始要无限活血的状态，宝宝就拉不了金刚，拉不了金刚，其实对面的宝宝，和清官然后宝宝，感觉速度又降一，对，又降下来嘛，对，有金刚的宝宝一波就直接带走你，观战方，都要开始给宝宝喂大金了，这回合，对面头上是龙宫有紧箍咒，化身有紧箍咒，我觉得他可以试化身的五行了，化身。我觉得真的可以试一试了。对，一旦化身倒有点顶不住啊。对，对面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超过两个人物单位倒去，其实也有点手忙脚乱的。对，这边化身看会不会去指人，我觉得化身应该要立个指人了，还是人拉接着活，我觉得人拉活不是很合适。哦，拉起来要活了。对，带个灯还可以，效力给活，对吧，化身再出手活满，观众方要试吗？观众方要不要试对面发生的五行？感觉可以试。对，因为这把的话不用去做别的。好，果然来了，3200，3400，有没有法连？有，化生倒地，这太伤了，太伤了。对面化生，我觉得还是起一个纸人卡个血比较好一点。这边地府，这时候其实宝格的话是，不好意思啊，是以德服人这边是。个人觉得是优势无限大。对，下回合我直接小死亡挂你龙宫，我两个那个咒师普陀，我接着苍茫树你龙宫，他这龙宫是站不住的，因为头上会掉1600，而且之前五行已经是被对已经被试出来了，对面普陀是没愤怒，女儿村也没有，观战方笑谁啊？笑女儿村，女儿村要上塔，他没怒。哦，刷灵动了，刷灵动，但其实观战方固伤也无所谓的，小死亡直接挂了，小死亡又没有中，对，不怕无边，化身给自己，这个是加回复的，对，大死亡没有中，又来，这肯定是要死的，直接倒，没办法，秘术，只能说幸好小死亡没中，对，拉起化身来，化身要活自己了，推拿，像这样子其实节奏已经稳不住了。这把的胜负点的话，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局面来说，就是女儿村的速度已经决定了
什么？就女儿村的速度。对啊，对面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女儿村是完全是出不了手的，没有办法。对呢，一下一推11000。但是如果小守望没中的话，一切都还有可能。对，如果小守望中了，那就局面就是观众方这边大优。现在的话看对面怎么应对。之前的话师傅已经放过金青，所以说愤怒已经用掉了。看一下要不要直接师伯五号。终于能够飘出手，飘中了一个。小庄挂石陀了。我这个应该是死不了的。对。除非地裂火能苍天砍。我没有法连，还好没有法连，武功拉起来指人吧，这师伯了，还好飘中了。哦，龙宫拉起来直接卷，对，就给压力了。是的，这边地府一直有一把愤怒没用的，就是他刚才是被点了一手，被点了一手，然后现在受面伤，已经来到了2.0元，大家都没用过。对，对面女儿村是丢过一次相思寒针的。哦，丢过一次给这边的地府，就是说让他小守望命中率降低。对对对。这边头上有花，对面女儿村，脚下有塔。就对面现在很缺一把金青。缺。一把金青，然后。对面但没人有。对，没人有。有很难受。狮驼可能会有。对，狮驼有可能会有。观众女儿有花，好笑，一把青都不给人用。女儿村直接立正。立正了，然后普陀直接点了，然后这一手很关键了。火狮驼那。哇。那龙宫，那龙宫肯定没有了。哦，没了，推4000。今天保证自己的两个咒术出手，所以说这个女儿村的速度才决定了下回合。哎，这是直接飞心源，这一波有可能是心源、啊，这绝对是心源啊，心源，这绝对是心源。但是你看，观战方这个抗性也有。其实飞过来对面龙宫倒地，观战方根本不慌的。啊、不过青椒之宠还可以。还是总的来说还行，这样子其实狮驼岭身上的这边应该会继续先挂紧箍咒嘛，然后狮驼岭观战方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女儿村给对面女儿丢相思寒针，地府直接挂勾魂面谱，因为有两个勾魂面谱，这肯定是要挂的。对，可以连环出，然后针先丢啊，对面女儿村也找你丢针，无所谓。哇，这飘中很舒服啊，这个飘中很舒服。对，如果观战方上，如果龙宫上回合不倒，观战方化生没有推出4000血，我觉得观战方血线可能会全部全崩残，全残嘛。嗯，其实他这个佛法无边的话，也是加大了自己的治疗量。是的。所以说有这个佛法无边的时候，观战方方寸这边化生推的血量很高，大家不要惊讶。那这把飘中其实还可以，因为这把如果没飘中，你觉得他这把就是说如果没飘中，会不会是对面一速的五星？嗯，不会。他现在还要压对面两个输出一速，因为他有一速，所以说他觉得就压你一速没有意义，不用刻意去控。对，这把头上有话还可以控。不知道观众方地府有没有金青啊？应该有啊，地府有。这把点杀点不了啊。可以，我觉得还，因为对面可以给对面狮驼套无字经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点的。给对面狮驼套无字经，如果点倒再扔是吧？对，这样子可以连环扔也可以，因为对面这相思寒针效果还在。但是无字经只能化生去扔，然后女儿，不行，他疯了，出不了手。这把没飘中，也是点着地府飘，毒一口。啊、哦，毒石头。哇，这样子其实又加毒又加紧箍咒，一会儿掉的血量很可观。对，观众会不会开一下，先继续套紧箍咒？对面加金刚了，请宝宝。要清一号。2000。他刚才买一送一的，可以去。好，先步步光辉。你看，防止一切意外出现。再加速度慢的有金星，他也先缓一缓。是的，大死亡破招架，若师伯，宝宝防御了，这是。对。但壁垒他没有清，他觉得他狮驼可以就直接能够清掉。对。那么龙宫身上的小爽还有4回合。嗯，但观众方还能丢。对。
就还能延长，还能延。嗯，这边也不可能说现在就花费很大力气去走逆境什么的。对，那肯定不会。只有说可能说两个人倒地的时候，那肯定是要逆境了，要不然就顶不住了。对面龙宫还有四位后，我觉得对面女儿村可以尝试着这把给关斩风丢个相思寒针。对，就硬给。有没有丢出来？来看一下。哎，确实，确实，博心理博到了。对。其实这手的话，你扔出来不单只说为了不让他扔，也是为了不让他去挂小双。我们看一下摄魂，摄魂就要做尸体，造尸体，但头上两个无魂，有没有机会？哎，那说是，你看有没有法莲兄弟？啊，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法莲的几率还是轻轻比较低的，轻掉。这把我觉得对面指挥做得很好，把相思寒针这个直接博了，就是我。你观战方其实觉得是对面是不敢的，但对战方也是拼了。你这对面青宝宝又有点不统一了。我觉得这一波青宝宝，你看他刚才跟这宝宝大军也卡不上，现在又是累赘。对，就这手的话，就稍微做的没那么细了。对，没有那么细。但这手还可以继续清。观战方这回合，我觉得女儿村啊，可以尝试着就攒个花，下回合呢，直接封你女儿村，然后可以杀你化生。我觉着。刷化生，那得看对面有没有这个心理的防备了。嗯，因为现在对观战方这边点就对面两个点嘛，一个是树头林，一个化生。接下来下一个目标，总体来说下回就可以吸这个小鼠王了。对，当然也可以用普陀拉，但是用普陀拉有个不好的点。女儿村飘三峰，飘到化生，对面也飘到观战方女儿村。对，还好。看一下这打速度，飘中是两回合的，要观战方地府要比这边普陀要快了。是，紧箍咒，接着箍你，箍，我的天，我招架，是说师伯了吧？啊，指人，先去指人。对，让宝宝先清。这一手应该是没蓝了，要高明师要稍微等一等。先清对面死人的宠，但是这边总体来说，没金刚嘛，死人宠很耐啊，对，很耐，就打五百多。啊，慈心，对面会选择飞秒一波试试吗？我觉得应该还是试波群卷吧。对，试波群卷。嗯，试波群卷。刚才星元的伤害这样子飞过来，我们看到是什么？都好像不是很炸。对，观察他的血量这边平均人均血量13000嘛。这边人均血量不止10000，得16000-17000。甚至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到18000，化生的血量我觉得会特别高啊。是，对面是比较追求速度的，观战方这边只要是固伤后排带属性就好了。嗯，雷震的话还有个效果，就给宝宝加伤害。对，但是依然看到这边宝宝拍过去啊，可能他没加上金刚，等一下加上金刚有机会看一下。不过他的主旨也不是为了亲宝宝。对，你看一回合掉1600啊，但这回是可以出手的。总体来说，这边的愤怒直接飙一手，秒针飙，再加上毒嘛，开普陀人拉，人拉，那化身活血，带个灯，运气不错。哎，先给了狮驼岭，啊，打你化身了。但这一把的话，这边是没有法连的，继续破招架。耶，找漫天防御了，哎，失血翻找到了，第二把漫天出来，第二把很快，也不快吧，21回合，对，还可以，哇，4000多，龙宫接着群，然后宝宝跟三，三号防御了，因为所以说避雷打伤也比较高，哦，三号防飞掉，这样才是对面就是说节奏，对，想要的节奏，对。但是没用啊，下回合观战方又是一把小死亡给你龙宫，有龙宫不齐指人又得倒了以后又得勾魂命谱，那只能这么秒一把。对，如果这个时候被点倒出勾魂命谱了，你看24回马上又有点名媛了。观战方弄影应该是要去会封对面的，哎，别笑对面普陀，观战方这边地府是有精的吗？还是化身有精？飘三峰，飘中一个咒师，这个是有法连的，保护一下自己化身。他直接挂龙宫，那对面能可以活出来啊？我满，化身啊，没有清。那应该是死不了的，对，没问题，因为这边只有一个能出手，对，宝宝是跟不死的，其实防接着破招架，防住一把就很赚了，这样子他没办法连点，哦，指人了，很稳了，稳了一点，哎，这宝宝不应该打孩子啊，这宝应该跟5号宝宝啊，是啊，
有些细节没有做太好，真的是有点乱了。嗯，但是能防住这把点杀，这把飘中很关键。对啊，飘不中又倒了。对，得给花生把蓝卡卡了。对，对面龙宫现在是四回合小死亡，然后是没有被点倒，我觉得可以直接五龙丹，解开也对，也没必要，他场上没有配速。活的话，化生的话，还是需要把龙宫再活一下的，因为如果都伤的话，观战方，一个那个苍茫树的话，对面就不行了。对，咱们看一下这边地府一直在踩塔，看一下塔的回合啊。塔的回合是还比较多。对。嗯，总体来说的话，这边还是要先需要稳住，再找机会。你要是飘，应该点队长飘的，对面虎头刷灵动。哦，地府是有精的，有精了，这把精可能有点压力。那但对地府精代表没有小死亡了，对，还好，活宝宝了，活宝宝，直接找你的化身，哦，找到了，这已经没有触发法连，要卡上蓝了，果然消耗非常大，龙宫群还可以吧，嗯，还算。小宝宝跟这个吗？飞了，有，哎，腾挪镜没有飞啊，对面是死宝五号宝宝又点零元。观战方女儿村的话是头上没有花，我觉得他还可以碎玉弄影，用大招去封下对面的女儿村。小死亡的话可以直接挂到对面的花生身上，然后对面花生应该是扛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话，我觉得对面普陀应该是要给个波兰，波兰一下花生，或者花生再推拿一下自己，说不定对面普陀已经有金枪了。前面上把被笑，上把好像啊，上把被笑了，对啊，就看他够不够。嗯，但是这把如果对面需要一把金青，对，急需要把一把金青，现在是掉的有点多。水清，保证不被小丑挂中，然后点个灯，驱散，推拿一下。啊，他要推拿自己了。这边是活宝宝活满，对，一转化身，这个是没法连的。哇，法连就先攻击术倒地，这一手法连实在挡不住，没办法。是的，是不龙宫齐卷，这关就废了。太师，他灵动被驱散了，有宝宝跟，肯定有宝宝跟的。对，对面现在就是拿自己的药品跟观战方换宝宝，换宝宝。其实有一点跟。就是这个武神堂决赛明秀园这边跟这边换的其实有点类似的原理，只不过是说对面他不是很执着于去就是说我去连你宠这样子去换，嗯，然后对战方的话也是有个双回复嘛，然后对于防小死亡的话可能如果防得好的话其实可能说这个消耗会小一点。观战方这个点杀阵容是不吃，就你有罗汉我也可以点，对对，第二点就我可以无限的去点你，无限的去压你，对，而且你看如果控住对面金青过后，罗汉对面现在已经超过有十回合没有放着金青了，那就非常非常难受。他现在很依赖，就是不过他整体做的还可以，就是说他的金青位置也比较多嘛，这个师傅林也是带了金青，嗯，所以说的话有时候师傅林关键一把金青也可以做到东西，最主要是头上的这波紧箍咒看怎么解，就是不伤，给了吧群伤，两千。哎，我觉得给了群伤以后不好打了呀。他这把给了群伤以后，观战方我觉得要在五回合之内吧，我觉得对面要死人了。是。对面女儿村最好的话是他水过一把水化生，对，观战方女儿村肯定是要笑对面女儿村的，毋庸置疑。防止他水清。然后呢，小死亡这面可以随便挂狮驼，他龙宫也有小死亡，我觉得挂狮驼也好，或者挂化生也好，都是会死的。但是还有个点，对面普陀山的愤怒刚才是踩完塔之后就没用了，没用过。笑普陀，哎，笑普陀了，无魂，他只能这么防了，驱散。普陀中了，哎，没中，还好，踩了个纸人。看这两个吧。这把愤怒真的是很明显的。对。就直接压龙宫，就现在你活血用完了以后，我跟你说观战方现在就已经到了那种就随意杀人了，随意杀人了。变身
其实最主要还是这个医术啊。对面龙宫一回合小死亡还好，一回合小死亡被灌，但是你死了以后要消耗很多东西的。对，但是也是你说过了，这个药品以及说对面已经是，刚才是用过了推伤了，所以说四六十十五十五十一二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个药吧，二七回合都没用了二十七个药。观战房这边药其实根本都无伤大雅，其实就用宝宝换药。对，宝宝换药。观战房的宝宝其实除了队长这个普陀是掉的比较多的以外，其他人对还有化生，其他人宝宝都还多。其实最恐怖就是心猿飞出来，其实无伤大雅。对，无伤大雅，这样真的是无伤大雅，这没办法。这回合的话，观战方也是可以点的，他可以点对面狮驼。观战方女儿村应该是铁笑对面的女儿村，然后观战方化生保个水或有精的话，要两千多。对啊，我们看一下。没有，直接控普陀，不给普陀拉，相思寒针，就降低，不让降低那个小死亡命中率。小死亡命中率，但观战方点狮驼，没挂住，没中。现在又开始在活。对，化成宝个精。对，那两个出手看连不连。这应该是死了，这肯定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上来就已经就是掉了，他全是伤身上，石头顶身上，他全是伤，他肯定死的。就这样子最伤了，就是他那把金青也没了。对，就接下来对面就没有金青点了。下把观战方怎么打？你龙宫起来了是吧？好，那不好意思，驱散点你，因为有相思寒针，直接驱散点你。后援伞没用，没用，没用，直接被孤死了，就直接被孤死了。我觉得小死亡点对面女儿村的话，观战方这两个也能给他孤伤孤死。如果说狠点点化生都可以，但是只能驱散点，不能小死亡收的，因为他有相思寒针，降低50%分命中率，不如驱散点。驱散点了以后，观战方女儿村还能给对面女儿村丢针，观战方有已经还有2点灵元，他是可以做勾魂命谱的。对。现在对面已经现在对面就是说句不好听，对面现在就是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赢观战方，我觉得对面是种煎熬，太难了。不能说对面打得不好吧，只能说观战方这个阵容太赖皮了。笑你女儿村不给水清，就是不给水清金钱就对就完事了，飘三风一个没中，而且这飘三风啊就是唯一的希望。对，观战方毒了，因为对面直接会那什么死的。我看观战方这个开始活女儿，观众说这两个咒师上塔还是什么操作？拉速度圈，一尾渡江，日光花砸你化生3900，有法良吗？没有，再挂紧箍，挂紧箍咒，拉起来，龙宫，石陀平砍，打漫天，看一下第三把漫天，来了来了，但是啊，那我们看有提气啊，这个上上长城才能打多少血？63暴击，战神宝典，28回合的战神宝典，有点难受，难受，有点小难受。就是他现在缺一把金青，但是没有什么点能够放出来。对，缺一把金青，然后化身这把推过去，这把活一把的话，应该是可以推满了。对，但是一把金青放不出来，还是不解渴。女儿村是放不出来了，然后狮驼岩岩跟龙骨刚倒地，然后化身也倒地起来不久，只有普陀有，但是普陀也没受到什么攻击，只有塔，没塔，没有塔的话也放不出来，就突死，直接突死，随意控普陀，不给普陀灯，小三风，就他每一次只能靠这个女儿村去稍微飘一下，活普陀了，那化身死了，化身直接死了。龙王无边，这过去4000多吧，差不多，2800，没死。这把会心猿，没有没有，三把漫天啊，三把漫天加提气，然后加提气，那就是有人点拉了，肯定会有点拉的。能不能卷飞一只宝宝的看一下？能飞一只。这边酋长用的也是酋长。对，下回合对面战音乐拉满了，就是说觉得对面化身死了，对面化身有紧箍咒加毒，那化身死了没用啊，这回合直接扔孤魂命谱吧，不用扔孤，他不用扔孤魂，接着小死亡再点你一个观察女儿村，这回合可以直接给对面女儿村丢针，对面就是
哎，这个医术太难受了。对，我觉得对面如果有医术的话还能搞一搞。对，真的可以，还可以搞一搞。对面牛村相当于全场就是，其实女儿对女儿的情况下，就是你二叔牛村相当于千树宝宝，水晶加顶药，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意味？对，除非说你是毒女儿，你放弃速度，速度去飙一飙，发生直接死了，发生直接倒，这时候直接，我也倒，接着笑你，小死亡挂师徒，小三丰，啊，摄魂，摄魂女儿村，这边给自己补流云。鹈鹕，鹈鹕，那你要存野人到了，哦，应该是砸的化身，砸的化身，我还出法莲，就是找的化身，下回不顶大家牛村，这个、我关键可以拉去了，这个血量好像顶不住了，牛村一倒几乎就没了，开掉，看有给牛村丢大吗？两村卡兰，是这个局势已经有点顶不住，顶不住了，这边就连环点。他这宝宝飞不飞已经无所谓了，壁垒根那就可以恭喜了，对，这没得打的，下把换虚，然后龙宫拉起来也是被箍死，你看这边的血量，对吧，女儿村头上也有箍，也直接死掉了，小死亡随便挂，勾魂命虎一丢给对面化身直接延长，哦，准备拉虚了，嗯，准备拉虚了，观察好稳一点的话，女儿村应该是给对面女儿村丢针的，你看一下啊，女儿村直接那什么，他是会丢针吗？还拉虚？啊，无魂，其实这个进行有点晚了，其实一事无补了。进行残多，整体加一下血量也是零宝，直接交5000，直接5000，太厉害了。点的是应该是点着对面女儿村的。嗯，对。看一回合，感觉比破血还牛吧？一切进来对面这个牛村没速度，就是只能这样子了，对，拉石陀起来飞机，嗯，就飞秒，因为他已经龙战于野加战神宝典了，就拉满，嗯，能不能寻求一波比如说双吸元这种东西了，只能说这样子去找找，有一些这万分之一可能吧，不是百分之一可能了，是的，因为你需要对吧，两个这样输出去出双星元的话，你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太难了。如果对面拿到柯震的话，包括拿到女儿一速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女儿一速，真的还能打，可能还会赢。他有女儿一速，他女儿村可以喝酒啊，可以放金青啊，就是说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五千开了，黑血3000，一个，就直接估吗？直接估啊，其实已经无所谓。队长直接换虚拟了，其实顶不住。哎，他这个直接估的话。也顶不住，对面已经不能有其他动作了。你看他，如果说牛村有速度，他起来直接一头九，对吧？可能还能稍微顶一点，但牛村起来你能干嘛？嗯，相残震一下。对面普陀是可以拉化生的，但女儿人开，对面龙宫是直接箍死了，中。大死亡倒地，然后小死亡的话也是没法丢，因为他是中了相思寒针，也只能驱散一下，但是驱散是跟大这个无间地狱是一样的，我觉得观战方地府也可以直接换虚拟，对，嗯，或者说有对面女儿对面普陀经过也没必要笑，悟空对面石头都可以操作比较多，没得顶了好不好，这把 PK 过去，因为这手的话观战方这边两个咒师都可以出手，是还有虚拟可以换，这个肯定没得顶了，没得顶了，嗯，而且整体来说，对面除了普陀没倒地，其他单位已经倒地过了。对，这身上都是伤啊，你怎么回？观众方这边加点，整体来说的话，又有抗性，又有女儿村的医术，就说你。啊，人开普陀拉化身，化身击破啊！化身应该是要。直接换机会，好像应该是要活的。对，不给机会了。因为你要吃神药，但宝宝有法灵。直接倒地。技能来化身，化身应该要获胜。金青保证全部出手。嗯。其
实这套阵容观察王这边在全民 PK 这边的话也是用过类似的，虽然说那个时候不是无辅助，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你看他把这个阵容更加强化性了。先把须弥 P 一 P， 但整体来说无间地狱的回合啊已经不足以让对面站起来。死心狂吸，狂吸，对面全吸过来了，大家也其实看不到啊，如果对面可以仔细看看对面化身四身上吸了多少回合、啊、吸了六回合吗、三个的吸了六个大死亡，六回合大死亡，没办法了，这把双宙斯一定能出手，这场上的宝宝也做不了什么。我随意封你了，这封那自己没用。对，这边做得很细节，他要女儿速度，然后之后的话他把对面的骨头7700骨头速度抓一抓，8700就感觉对面化身中八回合小死亡，大死亡，感觉全是血迹，细节宝宝直接不虚弥，这已经没办法了。是，你看无论对面多强啊，就是对面的已经是虎头狮驼三把漫天，你看这边你飞过来，你看这个地府掉了血量，很恐怖，你感觉就掉了十分之一，一把飞机掉十分之一是什么概念？而且它还是变得慢猪卡。这个龙宫数据，我的天，这个华丽，华丽，只能说这么说了。这边愤怒满，随便操作一波罗汉，然后再推一波。整场 PK 来说的话，就总结没什么，就感觉没有什么好总结，就是一把女儿村的速度。对，如果对面有速度就能打，可以的，对面有速度就能打，罗汉2600，如果不好说女儿村是女儿村起不来。观众们这边的话其实很多这种成批的善恶宠，对面化成12回合大死亡，这个人拉不起来了。我们其实可以已经恭喜观战方以德服人了吧？这个时候没办法。对，没办法。九转什么的话，对面是撑不过来。撑不过，用，估计已经快没了。药品的话消耗特别大。药品有，但是九转顶不住啊。而且你没有人回伤了，现在。对。这个阵容比石头女麻木推人还要快。对。前提一定要能拿一速，是的，对面能上这个双辅助应该是也有点猜到会上这个，对，他已经防这个，但是没办法，点着尸体去，应该是点着对面狮驼岭的尸体去拍的，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赖狮驼说只能说再华丽一手，对，然后这是赖须弥身上的长绳，狮驼禁区，飞掉龙宫拳，现在九转应该没多少，如果对面这时候五个人全部满血站起来的话就可以，因为观战王的宝宝确实掉的有点快，有个别单位，其实那对面药也用的除了化身和石头其他人药用的也差不多了，其实九转对面用的会比较多吧，对，化身而且还11回合大死亡，观战王现在只要做的就是接着小死亡挂你，挂中一个就没办法，就只能说勉强靠现在还有九转在顶，他应该不挂龙宫，他觉得龙宫可能会被紧箍咒箍死，直接挂石头，拿石头直接倒，这边宙斯先出手，没办法，还中了个大死亡，王天者还中了秘术，打到宝宝千罗，
这的确，你看大金疯狂卡当妈和因为现在大金还有，但九转啊，这每回合太大的消耗了，宝宝也飞了。牛村拉起来主要做不了什么，他不是移速，就是这个问题还是，就整场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这牛村的速度。是牛村有速度，对面能打，有机会、直接勾回命符，直接勾回命符，这也是我想想应该是3.0元，对，3.0元的勾回命符，所以说直接加了4回合，对面现在加起来有8回合的一个小死亡，再加上化身这边的10回合，这加起来28回合。太难了，靠花生倒地，花生要在上面你得吸多少，还得对这边花生可能是太追求速度了，抗性不是很好。你觉得什么阵容能破关山皇这阵容？就如果说女儿村有一术，我是觉得阵法可以克制的，就这样子。如果说女儿村有速度我都觉得勉强能打、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传统法系，我觉得麻木也是有点追。为什么拔木呢？因为这边给点压力，让你的，因为本来就是青铜，给点无限就血迹砸宝宝。因为宙斯普陀有点怕蛇的，就说还好吧。我的理解就觉得宙斯普陀阵容有点怕蛇的，而且观战方这面观战方这伙宝宝青蛇不是，他宝宝站不住啊。哦，他宝宝站不住啊，关键你看对面也是用斯托林的青铜，这边就只有点人，好，他不去青铜。对面是狮驼7回合小死亡，普陀8回合大死亡，花生9回合大死亡，也没得翻了，没得翻。也是恭喜以德夫人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胜者组，应该是率先应该是第一个胜利的，实力毋庸置疑。大家也知道他们在武神坛上呢，也一些比较疯狂的表现，对，包括各种阵容的话，他们也都是打的也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对，所有的阵容也都是自己开创的，琢磨，对，一手琢磨，我觉得是包括他们指挥啊，包括他们队伍的。老板我觉得都对梦幻西游这个游戏特别的上心吧，是，对，对 PK 也研究的比较深，会给就是说团队一些意见，也就是说督促的作用，就是说比其他团队可能轻松，就起到这个氛围会比较重要一点。然后你收获，我一直相信话，你收获多少的快乐幸福，你其实之前就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对，其实这把的话还是打得挺不错的。其实对面的思路是对的，不能说对面打得不好，其实他就是没有拿到速度啊，包括什么呢，对，决定对面打下去的关键点就是说没有拿到手吧。好，那也是非常的遗憾，然后对面也是进了败者组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队伍叫，我还忘了，反正观察王叫以德夫人，对面战胜了梦幻侦察啊，梦幻侦察，当然梦幻侦察这支队伍的话也是非常强劲的，对，他们在败者组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现在还有